我张开双眼就看见微笑，伸出手就被拥抱，世界很喧闹却不会打扰，苦辣酸甜都重要，我知道每个人都会变老，不变的未必就好，忧郁的青春怎会被看好，哪怕跌倒也要奔跑，我们一起年少跟着音乐舞蹈，深情歌如闪烁那青春美好，我们尽情拥抱到清醒中落下，向着阳光不惧雷雨风暴，我们一起年少闪耀，我们清醒旅途方向，让我们一起冲向最想到达的远方，不惧雷雨风暴，我们一起年少闪耀，我们清醒旅途方向，让我们一起冲向最想到达的远方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.看吧，好了，收下住。生日快乐！我张开双眼就看见微笑，伸出手就被拥抱。世界很喧闹却不会打扰，苦辣酸甜都重要，我知道每个人都会变老，不变的未必就好，忧郁的青春怎会被看好，哪怕跌倒也要奔跑，我们一起年少跟着音乐舞蹈，深情歌如闪烁那青春美好，我们尽情拥抱想象着阳光，不惧雷雨风暴，我们一起年少闪耀，我们清醒旅途方向，让我们一起冲向最想到达的远方，我们一起年少跟着音乐舞蹈，全情投入享受那青春美好，我们尽情拥抱抱紧心中梦想，向着阳光无惧雷雨风暴，我们一起年少闪耀，我们清醒旅途方向，让我们一起冲向最想到达的远方，想到达的远方，
尤姐，我尤哥不接你电话。臭小子肯定玩嗨了，没听见我电话呗。要不我去潮玩店把他带回来。算了，这么多年了，头一次见他有朋友一起聚会。你先回去吧。嗯，那我先走了，尤姐。嗯。尤志奇，我允许你放松一次啊，但我告诉你，别给我惹事儿，也别让狗仔拍到。记住你顶流的身份，有点爱豆自觉，听见没有？天哪，你们也太无心了吧！感受到我们对你的爱了吧？这是成名和魏峰特地为你准备。我感受到你们的爱，比心。哎，这个玫瑰花也是微风学长送的吗？嗯，这个是给你的，但不是我准备的，是程明送给你的。而且这个花有特别的意义。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？今天我们买完这些东西之后，走在路上，然后呢，就有一个卖花的老奶奶被一个买花的人。你什么时候也送我一个特别的礼物？你的粉丝不是每天都帮你公司送花吗？那可不行，我要你送的。今天实在是太开心了，希望我们以后的每一天都能像今天一样那么开心，好不好？好，让我们不醉不归。不醉不归。来来来来来，干杯！开心。那个雅丽，刚才我有注意到你看了我几眼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？战勇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啊？什么？什么干什么呀？你是不是看到我在武大师偷偷吃东西了？哦，我上午其实……你之前是偷拍尤志奇他吗？你有没有偷拍我？我确实是看到了，但是我绝对没有偷拍，绝对没有。你不要狡辩了，就算偷拍了也没有用，我是素人，没有流量。哎，不是，雅丽，你误会了，我，哎呀，不管怎么说，之前的事都是我不好，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，但是我没有恶意的。那个，你可以别生我的气吗？那就好。其实我还真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但我就随便问问，你别太往心上去。就是你为什么要把东西吃进去之后还要再吐出来呢？我为了减肥，没有办法。所以是，其实你特别喜欢吃那些东西，但是又为了身材又不敢吃，才会吃进去再吐出来的，是这样吧？啊，怪不得刚才在桌上看你没怎么吃东西，我之前还一直担心是不是你的胃出了什么问题。我还特地买了这个想要送给你，虽然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什么作用，但我觉得它还是应该有好处的。你就先拿着，以后照顾好你自己。那个，我可能喝多了，我先走了。跳舞怎么那么好？我一考的时候第一眼就看见你，觉得你跳舞太帅了。
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怎么这么容易就醉了？我还没醉，我还可以。嗯，你是个垃圾。嗯，我告诉你，老娘还没开始呢。嗯。你是因为成名才来的吧？不然呢？不然因为你啊？安兄弟，这里可是我的店，你说话客气点。你少喝一点吧，你根本就不行，你知道吗？不行。你也喜欢成名吗？也。我喜欢成名，尤其我欣赏他做事的方式，还有追求梦想的态度。行吧，但是我只允许你欣赏他。你什么意思？因为他是我的，你看看就行了。你们在聊什么呢？魏峰找你。我也找你。从今天起，我决定放弃丽丽，只搞事情，不谈感情。不过我要感谢你，徐诗韵同学，是你让我脱离了苦海，看到了眼前的这一片苍山洱海。宁东东同学，我只是让你不要吊死在一棵外脖树上，谁让你放弃整片大森林？还有，他就是一小三，连一个已婚男人纠缠不清的，而且他还哭诉什么让那已婚男人离婚。我告诉你，他就配不上你，宁东东。咱不提这些不开心的事儿，喝酒。嗨，其实我早就知道的。我不是放不下他，我只是放不下我自己。他是我的初恋，你知道？你不知道。一个初恋在一个男孩子的心目当中有多么的重要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很重要，但是这一切已经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以后一切都会变好的。你不要再难过了啊。那你现在还生我的气吗？气？我气的不是你，我气的我自己。我告诉你，丁东东，以后一切都会变好的，而且你一定会遇到对你更好的人。盛明，我问你啊，你为什么要找魏峰借钱？借钱？对啊。那个老奶奶。他们不用微信，我又没有现金，我不找魏峰借，那我怎么办？那你给我打电话呀，不管我人在哪儿，我都会帮你解决的。那你人在哪儿啊？我都不知道你人在哪儿，怎么解决呀？那我就一直陪着你啊。啊？对了，我还有个事情要问你。就是，你之前做我粉丝的时候，有我做过什么吗？有我画过画像吗 ？PS 呢？没有。那，经纪人资格证、驾驶证、厨师证、英语八级、韩语中级呢？什么？你是粉我粉了个寂寞吧？别的粉丝都那么做了，你为什么不这么做？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又不是你粉丝。你敢说你不是我的粉丝？
我当然不是。程明，嗯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许脱粉。哦，你们俩注意安全，好好走路，别摔了。哎，6652，咱们的车到，快上车吧。嗯。那我们就先走了，你们也赶紧叫辆车。江玉，到学校给我们发个微信啊。行，他们走了，我现在打个车，咱们一起回学校。哎，别，那个，我送他就行，顺便帮他行行行。他就交给你了。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这样你还可以在附近陪我逛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们两个人万一被记者拍了怎么办啊？哎，应该不会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那尤志奇，你一定要安全把程明送回学校啊。嗯。哎呀，这要是吐车上怎么办啊？算了，我背你吧。艾米，艾米，你慢点。微风，谢谢你们帮我过生日，我好久没有过这么开心的生日了。开心就好。那你以前是怎么过生日的？微风，啊，你这对我好奇吗？我，你知道对我好奇意味着什么吗？什么？说明你有可能对我有意思。我哎，艾米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嗯，微风，你为什么要开潮玩店啊？哎，我之所以想开潮玩店，就是因为想给自己一次选择的机会。其实我那个潮玩店里陈设的所有物品都是我从小到大喜欢的，算是一种情怀。我好羡慕你啊，你就是那种一帆风顺、无忧无虑、毫无烦恼的。每一个人都有烦恼的，只是有时候可能在意一些事情，那就不要想太多就好了。你说的很对。嗯。瑞峰，你给人感觉就是那种，特别有依靠，特别有安全感，特别想依赖。瑞峰，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你不要说。瑞峰，我喜欢你。瑞峰，我喜欢你。瑞峰，我喜欢你。哎，艾米，你小心一点。你怎么样了？都怀孕吗？不孕了。要不然，你还是把我放下来吧，我还是挺重的。你也知道你自己重啊，刚刚吃饭的时候吃那么多，小小的一只吃掉了一头牛呢。哪有那么夸张？我就是比平常吃的多了一点点。为什么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，脸这么灼热？是因为喝了酒吗？要不，你还是把我放下来吧，我自己能走。你确定吗？都不晕了。嗯。
喂，喂，佑哥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跟你说个坏事儿，今天不知道怎么的，宿管他非要查房，说什么不在的、夜不归宿的都要记处分。啊？那怎么办？反正现在回来是够呛了，因为学校大门还有宿舍门都锁了，你们可能得自己想想办法了。那好吧。这回让我逮着了吧？睡得跟死猪一样。程明怎么还没回来？芳芳，芳芳，今天宿管阿姨是不是要来查寝啊？哦，对哦，今天好像要查寝啊。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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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。也来了。那如果我把他这个枕头塞到被子里，能不能开？那肯定开得出来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这回真完了。东东，哎呀，你算废了。逃避查寝的最佳方法。行。双坐在一起洗澡。302查寝，啊，阿姨好，哎好，人都在吧？啊，都在，嗯，陈明、艾米，阿姨晚上好，哎好，陈明最近是瘦了吗？阿姨，陈明最近瘦了特别多，一看就不像了。好热啊！阿姨，你看我们音乐剧小孩多辛苦。白天还要上课，晚上还要练功，正所谓，哎，睡前拉一拉，明天主角就是我。是的，陈明，你不是要上厕所吗？对，快去快去。你们几个早点休息，别练太晚了，小心受伤啊。啊，阿姨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阿姨再见，晚安。顺利通关，你这个办法绝了，吓死我了！没事了吧？没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哦，一会儿阿姨该查我那屋了。哎，我钥匙落这儿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成名。收套下了。哎，老师好。怎么就你自己啊？我们都在呢。幼稚琪和东东在里面洗澡。你以为我是傻子啊？你们总是拿着洗澡做借口。老师不是真在里面。开门吧，这都是男的，有什么可害臊的？再不开门，我就把门踹开了啊！这年轻的时候我可是体育老师啊。那个幼稚琪、东东，你俩吱个声吧。老师，我来给幼稚琪。洗澡，啊对，在帮忙洗澡。你让幼稚琪说句话。好，你等着。老师，我肚子疼，我在洗澡。哎，对，幼稚琪不舒服，东东帮忙洗澡了。哦，还真在里边。真在，真在。好，你们洗吧，我走了。哎，老师再见。老师辛苦了。
不动静。那个宿管老师还没。怎么样？走了。宿管走了吧？难受死我。不好意思，我没走。老师好。你说幼稚席在里面，人呢？可能冲走了吧。咳嗽到了，累死我了。没想到你这么重啊！啊，软。你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我要喝水，我想喝水。水？我去帮你拿。啊！头痛。没事吧？头痛。帮你摸摸。怎么样？喝水。水。我先扶你起来。来。这是我家。至于你为什么在这儿，请你好好的回想一下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，然后用羞愧的眼神看着我吧。我喝多了，那我的衣服是你帮我换的？要不然呢？你知不知道你昨天晚上吐的有多恶心？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它换洗好，在外面晒着呢。你干嘛呀你？尤志杰，尤志杰，你给我开门！尤志杰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开门！给我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头。谁？谁敲门？我经纪人啊。思绪。